鞋盒二十一斤，给我砸几个鞋盒，砸四个吧。哎，完着。大家好，我是大金，下班了啊，买了四个茄子盒给我姑娘。昨天剩的那水煮鱼啊，那根本都没吃，我那小鱼子就能跟猫食啊。哎呀，生的老多，回家下点金针菇啦，下点血豆腐啦，鸭血。哎呀哎呀，大姑娘啊，来啦！哎呀，木木，啊，给你。哎，姑娘啊，我姑娘吃完饭了，我给她买的鞋盒呢。哎呀，姑娘，你咋的？不对，你黑的。哎呀，哎呀。做饭呢？我跟你们说啊，哥们们，就是水煮鱼这个汤啊，吃完了没有鱼了，千万别扔了。我跟你说，煮点啥比啥火锅底料都强。就这玩意儿呢，比啥火锅底料都好，你就干吧，嘎嘎好吃。你看昨天也没吃啥呀？哎，哎呀，咱不知道他们都爱吃啥。鸡肉肠，这玩意儿乐吃啥自己随便往里加，爱吃啥加啥。这小血豆腐一放，漂亮。以前呢，不让打包回来呀。这底料，我跟你说，比啥都买个成袋的强多了。这小金针菇，我跟你说，哥们儿老好吃了，就搁这里一放，哎呀，你吃出去那才美味呢。干啥去了？过来吃饭了，你又干啥去了？来吃饭。好姑娘。不吃了。姑娘。姑娘，吃饭来。不吃，我吃了。好，姑娘，快点。哎呀，天天早上起来难受，就说戒了，戒了。到晚上小菜一整上啊，就哎呀，情不自禁的就想整那么一小口。你可别说戒。来吧，少点吧，一两行不？你给它盛里面馅，啊，盛里面有馅，它不吃，不吃皮儿。没事，回来。玉子啊，上一天班啊，晚上回家呀，这小菜一放啊，小酒一热，就像我没热啊。我是说那意思，哎呀，真的幸福，特别一开门，姑娘来接那工事，太好了那感觉。嗯，金针菇老好吃了，就是我这牙有点往里钻呢。哎，你还乐呢？每天找你姑娘找你那姑娘。金针菇真好吃。找的我都是金芒。
亮啥呀？亮豆芽吗？你扒拉扒一下干啥呀？你亮啥呀？可以走。啊，不能管人，灯没闭。灯没闭，让我把灯闭了。这你咋不吱一头呢？姑娘，哎呀，这小头发看多好，姑娘这小头发，锃亮。我也来块鱼肉，这鱼肉呢昨天也没吃，猜不知道你们怎么的。鱼肉还挺嫩啊。嗯。油太多了，哎呀，明天又开始忙了。吃鱼头吧。吃吧，哎，这大鱼头真好。你别拿了。我吃一个，尝尝怎么样？明天周二、周三、周四、第四公司连着三天。周五好像不一定还待定，不定。虽然简单啊，哥们们，但是非常的实用啊。要你记得以前不，这汤都不让你打包，记得不？那都是回收，你猜的是它是干啥？拜拜。